TV 事件综合报道。11月2日 FX Saturday Future 相关负责人对外表示，已于日前正式签约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美国投资银行斯蒂夫尔全面加快融资进程。据了解， FS 为提高融资效率，此次采取的融资方式不仅有股权融资，还有资产融资。斯蒂夫尔对 FF 现有资产进行了全面评估，仅 FF 美国净资产价值就超过6亿美金，而债务为数千万美金，与当初恒大投资45亿美金左右的整体公司估值相比，已经接近量产了。 FF 估值已大幅提升，目前斯蒂夫尔已经派出核心工作人员进驻 FF， 并与 FF 财务产品和供应链负责人共同讨论了融资项目进展以及供应链关系维护问题。斯蒂夫尔公司官网显示，斯蒂夫尔是美国一家超过100年历史的著名投行，曾为多家著名企业提供过融资顾问服务。自2005年以来，这家投行完成的 IPO 股权融资案例超过了摩根斯坦利和 JP 摩根公司，成为该领域成绩最佳的投资银行。2009年 Stifel 在福布斯全球100家成长企业中位列金融行业第二名，在美国本土企业中排名第16位，在全球企业中排名第25位。另 FF 内部人士透露，自首泰于量产车于8月28日提前下线之后， FF 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后续的预量产车生产，以满足量产前的各项测试验证需求。目前 FF 仍然保留了500多名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的核心员工，确保 FF 就要量产和交付相关的核心项目仍在推进。此外，该内部人士透露，近期 FF 还会宣布一位研发领域的重量级高管加盟。10月25日，恒大健康发布公告披露，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同意 FF 进行有严格条件的融资，其中新股融资的估值不得低于恒大投后估值，并在最终仲裁前 FF 对外融资额不得超过5亿美元。随后10月31日 FF 一封内部邮件透露，因恒大健康违约， FF 正在面临暂时性的现金流困难，导致其不得不立即采取裁员及对员工停薪留职等临时措施应对。据称，这一举措引发了 FF 高层的动荡。当前 FF 三大创始人之一的 Nick Sampson、 法拉第未来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副总裁 Peter Severin 均辞职。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